给你腾地板。老大，这手又太舒服了，我想翻身啊。容易。嘿嘿嘿。舒服，一会儿让你们更舒服。哎，老大，这水怎么变热来着？我有点提不起精神来了。指定你最近才需要。Later。啊，哪个电脑室？这警官救他们。大夫，我怎么发烧40多度来着？这体温在37度以上可以减少细菌的繁殖，增强免疫系统的战斗力。那你的身体，免疫系统在保护你啊。